经理收入。那在上个单元，我们透过介绍临床医学的知识，那么来告诉大家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发这个贴身守护神？那在这个单元，我们想要介绍一下贴身守护神的相关的这个产品。那首先呢，为什么要开发这样一个贴身守护神？基本上是有一些梦想在的。那是什么梦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定的梦想。那这个梦想，是要做什么事情？主要是希望把这个半导体产业啦、医疗器材产业啦，还有通信产业，我们去做结合，那来完成这个穿戴式的系统，那来搭配这个物联网，还有这个人工智慧，来进行这个健康照护的这个系统。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它的概念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哆啦 A 梦。小的时候呢，我们最爱看哆啦 A 梦什么东西？就是他手上有一把这个缩小灯，他可以怎么样呢？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把它缩小。所以呢，这个就如同这个你要把医院的这样的大的仪器设备，你要带回家，甚至要随时带在身上，你就要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想要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那我们就到了医院，基本上常常会看到，假设你要得到这个 ECG 的这个三个导程的讯号的话，你常常啊，你就是要到医院去去量测你的 ECG 的讯号，那身上有贴了很多的这个元件哦，那另外呢，透过这个医疗器材设备去做讯号的这个截取啦，讯号的侦测啦，讯号的传输。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么大的庞大的系统把它做到一个手掌式的这个大小的话，那你可以变成一个可吸式的元件，随时来照顾自己。如果你能够再加上半导体的设计的技术，那基本上可以做什么事呢？基本上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贴片式的，随时戴在身上，那可以跟衣服结合，可以跟帽子结合，可以跟手表结合。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半导体、通讯还有医疗器材整个做结合的话，基本上就是要 communication 跟 biology 还有 integrated circuit 的结合，所以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政治标志的一个 CEIC 的一个实验室。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我们底下这个官网。好，那我们就用一些短片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在去年未来科技展所呈现的这个5+1的这个产品系统。你好，我是那个贴身守护神的指导教授，成功大学电机系李孙玉。那我今天主要带学生团队出来带了6+1的六个产品，还有一个系统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第一个产品的话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医，那主要可以从这个智慧里面知道你的这个心率跟心肺的一些功能，了解你的身体的状况。不过因为在运动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第二个产品是一个心率环联的一个技术，可以准确的知道说你的心率的这个状况。
那第三个产品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那我们也把这个对人的这个照顾应用到宠物上面，那可以知道宠物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情绪啦，还有它的生理的这个健康状况。那我们当然在人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在这个人体试验上面哦，在成大医院做人体的试验呢，可以完全知道说我们这个生理的这个心律不整的这些状况，那可以提供给医生做一些诊疗。那我们也把这部分的话把它延伸到这个智慧听诊器跟心音做结合。那跟心音做结合，我们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是心房还是心室哪一个地方有了这个杂音，提供医生做一些诊疗的一些参考。那第六个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在做这个这个癫痫的这些讯号的侦测，所以在癫痫发生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做这个电击，那避免这个癫痫症状的这个发生，所以呢可以提早的做抑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最后一个系统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具智慧穿戴式物联网的无线声音镜面系统。那我们做的这个系统主要就是说提供给大学生啊或者高中生哦一些创客，他们做一些这个设计医疗器材的这些设计。那这个设计的话呢，我们会提供这些模组还有相关的这个 open source 这些 source code， 那提供给这些创客来做这个其他的这个透过他们的创意做其他的这个医疗器材的这个相关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带来就是这个六个产品再加上一个系统，那提供给与会人士做参考，谢谢。好，那各位看到的这些产品系统的话呢，哦，我们一直在研发，哦，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延伸，甚至把它归纳，哦，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八个系统，哦，一个24小时的无线心率监控镜面系统。还有一个宠物医，还有一个智慧医，还有一个智慧医疗的这个听诊器，啊，癫痫脑波侦测跟刺激系统，还有一个智慧穿戴式物联网开发模组，还有一个车用电子疲劳侦测系统，另外是一个具可吸式无线尿液检测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系统平台。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元就会陆陆续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还有这个后面的所需要的这个电子电路。还有系统的这个软硬体的技术。所以呢在第一个单元我们先介绍到这里，那我们第二个单元见，谢谢大家。